过去年半，大家都很失望，甚至有人认为这一次出来投票的意义不大，有可能投出一堆青蛙，或者投出来歪币不做事情。我们现在谈民主、谈正义，还有一系列的愿景，大家可能已经没有感觉了。我出来竞选是想要把我的国家变美、变好，另外我也只做对的事情，不会因为个人利益背叛人民。我更希望能够改变这种政治氛围。朋友们，跟着我一起找回我们当初的希望，把错的事情做对，把对的事情做好，赢回马六甲，再把马来西亚赢回来。